一笔动，不要再执迷不悟。不正之师谈何取胜？不正之师，李小刚，我所行皆是天道，天斗星罗日益衰退，两国征战不断，黎民凄苦，自古不贤让有贤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把整个斗罗大陆全都交给我，只有我才有能力一统大陆，再无战争，观天下以太平。比比东，你说的跟你做的完全不一样。我看到的是武魂帝国野蛮扩张，杀伐不断，整座大陆生灵涂炭，百姓流离失所。你扪心自问，武魂帝国统一大陆究竟是为了拯救黎民苍生，还是为了满足你的一己私欲？住口！这些不过是为了实现永久和平必须付出的代价。两大帝国死去的百姓是和平的基石，他们应该感到荣幸。比比东，放弃吧。我曾经认识的比比东，嫉恶如仇，善良美好。哎，这么多年，我怎么都没有想通，当初的那个他，为什么变得如今这样决绝？真可笑，真可笑啊！小刚，那个善良美好的我，除了能助你一臂之力，还有什么用？只会被人不断欺负，无处容身。只有整个世界都臣服于我脚下时，我们才有立足之处。不要再让权力蒙蔽你的内心。你不会懂。废话少说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嘉陵关，我绝不会拱手于人。嘉陵关原属于我天斗帝国，凡挡我夺关者必杀。又是泰神三叉戟，胜者应该抢先一步取走，不是拿他做诱饵引你来。武魂帝国听令，凡夺我关者格杀勿论。不许小心，太好了，城门已破，天斗帝国的将士们出发。杀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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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魂师军团唐家军向前推进。娜娜，醒醒！我没事，还好我早有准备，只是轻伤。娜娜，虽然城门已破，但有护城河阻挡着他们，天斗大局一时间过不来，不如下令，让我率军冲出城去，与那唐三决一死战。哥，一去就是白白送死。那下一步怎么办？传令，我方坚守城关。城墙曾有器械出动，团结天斗帝国先锋军，绝不能让他们过河。一举拿下嘉陵关。
军士气大盛，如果能保持这股士气，此战必胜无疑。准备。截住天斗帝国先锋军，绝不能让他们过河。传令，跪桥。